世纪，方华就是我们现在的 CEO。我们也知道明浩地产目前有个东海岸度假村的计划正在筹备当中。没错，我们打算用去年式的投资方式来看待，在明浩地产目前开始之前，我们是大批的会员，每一个人每第二个投资就是当场变成会员的实力。等度假村正式营业后，他们可以分成主流的去年。还嫌不够，不过确实是挺好用的，我也不想买啊，可是它真的便宜啊，产品很好，赠品也不错。喜不喜欢？那我让你们来代理我的度假村，因为我先支付佣金，我觉得这样的合作方式对我来说风险好像有点高。老实说，我对东海岸度假村这个计划的前景很看好。在工作还没有开始之前，已经有很多投资方想进来分一杯羹。你们也不是第一家了。我明白，我们是一家没有背景的新公司，确实是少了一些说服力。不过我们可以答应你，如果你让我们代理度假村，我们将在一年内帮你拿回所有的投资成本。还嫌不够，不过确实是挺好用的，我也不想买啊，可是它真的便宜。Here!
Okay.